哎呀，看看人家，嚯，这停球漂亮，这盘带嗨真漂亮。哎呦，看这庆祝动作，再看看这倒钩，哎呀真漂亮，哎呀真漂亮。这是新疆喀什农村的一位小伙，网名努尔飞腿，从小就在这泥地里练球，不知道踢坏了多少双鞋，也不知道踢坏了多少个球，天天就绕着村子跑啊跑，练体能，梦想就是能进中国国家队踢。中国队加油，中国队多进球，加油！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